先调那个控制那种啊，这两边那个是调速度的，哪个？对，调那个左右的，剩下的是后面那两个，先把你们开过来，继续慢慢的调，先激动了就猛硬的，然后两个人操作的话，这样先拿出来，就放一个，拿出来放一个。 挂了是的哈。